我是不爱旅行的青蛙，今天要来做气球花屋。材料在这里，六颗爱心球要四个，火速圆形球要一个，最后会变成一朵花。那就开始帮气球充气咯，大小拿捏，爱心形出来就可以了，然后先绑起来哦，继续充气哦。绑好的两颗再把它们绑一起，跟前面一样。再把它们旋转在一起，花瓣就做好啦。拿起五寸圆球，再来做花心，不用太大，八公分左右。抓住圆球的吹嘴，跟花瓣吹嘴绑在一起，要记得绑两次，不然会蹦开哦。做好啦，还没结束哦，现在教你们怎么粘贴。把地毯胶拿出来，到哪里找这个？可以到我们门市询问哦。胶带反折一圈，粘起来，粘在花瓣背面，然后贴到你要贴的地方。哒啦，胶完了。